由柳俊杰执导，高蓉蓉编剧，柳叶、曾黎、林依晨主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《老男孩》正在热播。该剧是内地影视对机长题材的第一次深度挖掘，着重聚焦了柳叶饰演的男主人公吴征的机长生涯，从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摩擦起笔，放大了一名机长高空之上的无尽责任与落地之后的男孩人生。曾黎在剧中饰演的空姐肖薇是吴征的妻子，男才女貌的他们曾经是航空公司令人羡慕的夫妻档，然而最终不欢而散的他们又因为半路杀出的儿子牵连在一起，共同讲述了爱与成长的故事。曾黎和柳叶作为共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的大学同学，此次在剧中再次聚首，相信将会为这部剧带来更好的观感和更高的品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